老棒了，这我。哇，大爷吃这么多柚子。这个面啊，服了。哟，师傅们都来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终于到秦皇岛了，今天就带大家去盘一下这呼声最高的蓝山蒸汽海鲜自助。咱去看怎么事啊？你想到多少钱一位？218一位。赶紧看，咱今儿有没有准个方向啊？对，瞅瞅这热菜区啊，毛血旺、西兰花炒虾仁、香辣蟹、小龙虾，不吃。来，兄弟们，带你们看海鲜区能吃点啥啊？多宝、大黄鱼、海星。哇，这虾个头确实可以啊，叉开两盘啊，满满当当啊。蟹柳、扇贝、生蚝、卤，不吃。哎呦我，哇，看这大鱼，嘎嘎地啊，兄弟们，就这鲍鱼腰太爽了，看着，哇塞，大家都知道这可得劲了，老棒了，这我，那一个。哇，大爷吃这么多腰子，白灼海鲜、油爆虾，哎，大水果区说东西不多，但是也够用啊，这都可以随便吃吗？对，都可以随便吃的。皮皮虾、生蚝、扇贝、蛏子、梭子蟹，哇，多宝鱼、海白虾。大哥，那皮皮虾给我做份椒盐的，蛏子做个辣炒的，贝壳还能做啥的？来个葱姜的，然后再给我捞上两份梭子蟹，一份做葱姜，一份我拿回去蒸。好嘞，太板正了啊，哎，好嘞。葱姜花蛤、辣炒蛏子、椒盐皮皮虾，太板正了啊！来个大腰子，应该再炒干巴点更香。嗯，哎，好的，葱姜鸡，我觉得他们家这一点就是挺牛逼的。他们帮你捞，捞完之后你要什么口味，帮你做什么口味。过了半天，哎呀，这椒盐皮皮虾的小肉吃的真香，哇！天气你的该出来。哎呦我，虽然个儿不大，但是你看这小黄还是满满当当的啊。来个辣炒蛏子，它这个真的炒出来还是特别有食欲的。哎呦喂，真够辣的，但是很香，直接一人盘。来个葱姜焗梭子蟹，哇，这种看着太棒了啊！要不说这小海鲜得吃单点的呢。大爷又吃腰子，老当益壮。我是把这些螃蟹吃明白了，炸蟹它是黄香，你知道吧？但这种梭子蟹，它给你的那种是肉香、肉欲感。把这个够，你再做一个葱姜的，续上。来点鲍鱼，蒸，全吸住了。老板在这叫卖饺子，我这是灌汤蒸饺，大姨们手工捏的。哇，看这馅，这是皮皮虾的。哎，来，给我放上，来，当当当，看我这个虾串。看一下这蘸不蘸吧。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哎呦我去，每天刷你视频。是，不到晚上就饿了。还有你俩真能造。真的啊？怎么着？你这个串是不是有点小啊？我给你包。既然有人给咱包东西了，另外再搞一筐下去，快。小刀拉屁股，老板开开眼睛。得劲不，兄弟们？开始。嘿嘿，师傅们都来了，观战来了。师傅们主要是吃完土泡泡啊。吃完土泡泡不坏了。来，整，这还有送菜的呢。好家伙，他们老看我视频，知道我也吃榴莲。好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啊。老板有一把不行啊！好，老板对于今天这个账号还满意吗？服了，下次欢迎你再来。没毛刺，拉呼呼，还不坏。